割那个粉瘤，我躺下去的时候，我刚好那个帘子一打，就全部的一半的奶面对着家属，要修，他那个挖哦，你会感觉说，我就一直在那边笑，然后后来完了以后，他就缝了嘛，缝了以后啊，就说啊，小姐，你不是说你还有一个地方那个粉瘤？还有各位牌友都跟他说，我刚坐到那个动力火车开的计程车，我你的骗笑，真的假的？动力火车底下，这是汤姆斯火车，汤姆斯火车。你今天去没有听到我今天去做宣传啊？我有讲我最糗的事情，就是我去割那个粉瘤在那边，然后那个所有的客，那就是家属全部坐在那边等人家开刀出来。我去那种最破旧的那种旧的那种开刀房，我躺下去的时候，我刚好那个帘子一打开，我怎么觉得很多人都一直进来换器材什么的，一打开，全部的一半的奶面对着家属，要修。真的，那因为我伤口就在这边，那我就心想怎么办？然后我后来他帮我打针很痛嘛，然后就说小姐你不要叫好朋友，难听哎，因为他那个挖哦，你会感觉说就一直在那边笑，然后后来完了以后，他就缝了嘛，缝了以后他就说啊，小姐你不是说你还有一个地方还有粉瘤，那你要不要一起把它割掉？我说今天不要了啦，因为这次真的有点痛，很痛、还有一个面对那个家属。然后就说没关系，你既然来了，你就割了吧。我想好吧，就我转过去画我的右边屁股给人家看，然后就开始画圈圈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开始挖，所以我现在屁股有个小酒窝。屁股有酒窝的美秀姐，很糗。你那个怎么样？你就只能说放弃了，被看就被看。阿霍利嘎仔那时候不是，那时候因为蒙利公那个黑白的节目前面去世，哦，很好笑。他说：“如果被抓去柬埔寨，你会救吗？”这样一定是会救的啊！你被抓到彰化，我都去救；抓去太平，我也去救。你们会来救我吗？你吗？对啊。你到柬埔寨？对啊。不会啊？为什么？所以你知道我在忙什么吗？我最近在上表演课。我最近在上表演课，立马回应姐。对啊。太好了，我在等你 Q， 就上表演课啊。好，知道了。有人讲到关键，对，没错，我要演电影了。你不要害人家那个票房，小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叫我电影红。人家演电影的都长这样子，你长这样。我长这样。对，拖拉机。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把那个拖在后面的吗？怎样？看不到他。然后把这种好看的放在我前面那样。这是范少勋呢。抓去柬埔寨，怎么会有人问这种问题？你被抓去柬埔寨？他说，如果被抓去柬埔寨，你会救吗？这样一定是会救的啊！谢谢。我柬埔寨朋友那么多，肯定是救的啊！哪次不救？你被抓到彰化，我都去救。别说柬埔寨，彰化我就把你救回来。我可能自己用走了，我走一天我也走不到，没关系，谢谢。我抓去太平，我也去救。太平太近了啦，大甲救不救？大甲救，肯定救。我如果我到柬埔寨，你们会来救我吗？你吗？对啊。你到柬埔寨？对啊。不会啊，为什么？好像我也不用救。对啊，你就朋友在那边那么多，看什么原因过去啊？我应该这样的，我也是啦哈。你吗？你讲话很辣呢，还好。我讲很委婉，我讲话很辣，我讲很委婉。辣死。